每个客人来，都是开开心心来、快快乐乐的走。我那边想，肯定是因为您做饭特别好吃，所以我才老缠着你，让你教我做饭。 但是我现在长大了，饭也做好了，还是没人喜欢。现在想想。 他们喜欢你，不是因为你做饭好，是因为你善良，你待人真诚，因为你是个好人。小雅，他做到了，我没有。 怎么就把自己活成这么个样子？叔叔。 你是个好人，你是个好人，你救到爸爸妈妈，你救到爸爸妈妈，你成全我，我会照顾好小雅，我会照顾好大姐，你放心，你放心，对不起，叔叔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叔叔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叔叔。 对不起，叔叔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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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爸爸拖累你，是爸爸不好，是爸爸不好。上次赶紧说话了。医生，我爸他这就完全都康复了吧？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吧？根据 CT 显示啊，头部淤血已经完全清除了，剩下的就是静养、观察、恢复。 总体来说，情况是非常乐观的。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妈妈，你睡的时间太长了，我讨厌你。